运动爱台湾计划社区嘉年华日前伫新港国中闹热来顶场，有十一个社区来表演。馆长王章良嘛下场，含社区老师大做伙来跳土风舞，现场是欢笑声不断。这个运动啊，对我们有一点年纪的人来讲，是一个很好的运动。你说它激烈呢？它不激烈。你说它很不激烈吗？它还是有一点点啊，可以达到筋骨活动的效果。所以每个乡镇都能够带动运动风气，对地方的运动健康，包括所有大家这个延缓老化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所以我们针对所有的国小的学校，我们也要求他们必须要做健康操。那我想运动从小就培养，我想未来嘉义县每个人都可以健康的运动，那老人家可以健康的老化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。王章良讲，社区土方舞会当让大家伤筋活骨，对延缓老化有真大的帮助。未来伊嘛要求县内国小伫早时的时阵爱带学生来做健康操，透过运动来释放身心的压力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